地，以肩膀爱修行这款无名的定位，敢那是头前一款哦，头前有一个加60个，拢总是叫做新加坡卡来的定位，这款啊是诈骗的定位。哦，这是前边加65，就唔得接啦。对，而且啊，卖互别人你家己的登记号码，加一次性的密码，只爱甲你有关系啊，你拢总爱小心。骗啊，会叫做你别个人，逐摆讲代志啊，讲甲真紧张，爱甲你提你。咁，万一系真嘅咧？那是伊个人讲是 MH 卡来的，你就卡多转互 MH， 问伊个人有卡互你无？啊无，你会使问你的身边出来的人，还是你的朋友的意见。那是你真的唔知安怎应付咧，你会使卡互反诈骗热线。唔该晒你啊，唔客气。